徐宇石和莫雷拉上季合作赢了十场头马，啱啱礼拜三的谷草夜马，他们今季首度携手出击，即刻有个好开始。头场大满有苗头啊，顺利赢马。星期日的沙田赛事啊，这对骑练呢又有两只马合作了，看来有机会继续扫虎。第一场五班千六米草地，詹姿嚟香港三季跑了28场，只是拿到两亚三季，暂时未赢到马。上季莫雷拉啊，四度火拍呢只马上阵，结果拿到两亚两季，相信啊连佢都唔服气噶。占子暑期之后啊，积极备战。九月七号由莫雷拉士嚟集啊，表面睇跑第八咧就麻麻地，查实安上人嘅姿态咧非常之轻松。今次人马再嚟啊，排二当靓位，有机会攞到佢喺香港嘅第一边。第四场五班千四米草地，天地同心喺香港嘅两场头马都是由莫雷拉包办，人马非常之合拍。呢只马暑期之后操练循序渐进，莫雷拉九月八号啊亲自主持拍跳，状态进一步提升。星期日人马继续合作，有机会帮马会主席陈南六赢马，